的餐饮呐、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刚坐船啊。哦。对啊。曾经来过这。对，我们的、嗯、我们的一。等一下。要看海底哪边有岛屿。海底哪里？对啊，看着海底就知道岸边快到了。你说右边要怎么制止口渴啊？到了，喝水，泡头，泡水，喝水啊，泡水，泡水。目前就泡水，我还没设定那个。嘿，嗯，喝水瓶还没用到。为什么我泡水感觉还是一样在蒸呢？要但是你的口渴值满了才是对的。等一下哦，哦不会，你就是口渴了。这时候呢，当然是要拿剑砍啊。啊，我去自杀好了啦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走回来了，走回来了。刚刚不是有人有钓竿有线吗？苗哈，苗哈那边。哇，我在钓啊，可我不知道我在哪。哇，这个这么凶啊！你不知道你在哪？我不知道我在哪，那叫我砍他。哎、欸，那不就是我们不能擦亮吗？嗯，擦亮要升怪啊。哦，可是刚刚都没有怪啊。嗯、对啊，刚刚远方那些人都没怪。嗯，哈记召唤成功，什么东西？我在看有没有开那个啦，怪物吗？怪物，啊，自然圣怪拿掉啊，不会吧？啊，我总算钓到一只可以吃的鱼、嗯，哇，是文明区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文明区，我把自然圣怪打开了，好了，会怎么了？白痴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啊！哇，蜘蛛哎，会死人啊！我钓竿要遗失了啦，拜拜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有。要修啊，你知道我这个岛上有多刺激吗？啊，你不是在家里吗？我在、等一下，这是哪里啊？僵尸来了！哇，不是怪量有点多，有女巫啊！僵尸围城啊！哎，这怪好多哦。走走城了，等一下啦！要死了！小巨骑士！上水！上海！帽子！等一下，有海啦！海啦！先去海上讲，海上讲。去海上的画面有多壮观？关键的回头。壮观！因为我现在的画面非常的壮观。哇！给我腐肉！给我腐肉！给我！给我！又来又来，我吃腐肉！哎，这可以1.8，大家赶快打过来啊！可以，苦力巴交给我，苦力巴交给我。有酷攻，小心！哎、欸，射掉，打掉！哦，腐肉好好吃哦！你怎么坐船上啦、啊、小鸡鸡？我快死了！不要，我们都快了吧？感谢超级留言。不要走到我前面，会回到。会死！小雨死，我死。你觉得这把的斧头没有加伤吧？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刚被砍树。哦、啊，小雨要爆了！小雨要爆了！不要，小雨。我想说你们干嘛叫我？哎、欸，有酷光在海上。哎呦，快点擦火把、啊，大伙们！太多了啦！一定是哈基这个神明保护他那边，那边是禁区。哇！大神！啊！哇，你东西很多哎、欸，等一下。这里。哦，1.8的指令好讨厌啊！哦。刚习惯1.13吧。对啊，一直逃过来好烦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盖一座庙？不是材质包的关系啦，是我。好多空空哦、我们可不可以睡觉啊？现在不能睡，全部旁边都是怪嘛。烧火他妈！走开！小江，等一下，我在放繁星的东西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枯空走在我面前？你想干嘛？走开！哦，我有两条线了，我等下可以钓鱼了。哎、欸，杰克，我觉得不是这里耶，你觉得是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在哪里？我回岛上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走到哪里啦？酷攻，是了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腐肉，好好吃哦！我也要吃。我说还来不及吃。墨鱼走开哦！哎、欸，他有那个有防爆吗？防爆。哦，那好险！我们要赶快烧小雨了。这里吗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玛丽苏。
小雨中中，快中小雨，倒倒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这哪里怎么倒啊？我自杀好了，自杀了。哎，我在烧炭呢，哎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哇，我要自杀，快让我死！哪边才是我们家？哇，手册吗？太哈口了吧！太多怪了吧！太多怪了，太刺激嘛！真的蛮刺激的啦！哇！哦！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啊，下雨东西，没关系。啊，爆炸了！哎呦，真的完全走反了吗？哎，杰克到底在哪里啊？你在哪？我在你后面啊！我刚重生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往这个方向。确定吗？对啊，这么多怪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啊，这代表有人啊。我们现在僵尸围城，我要插火把了，我插火把，我在插火把，我在插火把。有看到闪团的吗？有，看到。礼物啦！哎，礼物来了，礼物啦！不要，不要是那个村民呐！哇，好多哭工真来了，哭工真！我的礼物在哪里？发现僵尸没有用，要用哭工啊！白天怎么那么久啊？是永夜吧？其实没有，没有永夜。哦！不要！小鸡鸡耶！小鸡鸡，小鸡！不要上我！我赶快睡一下，记录一下，好。我可以上，我可以上了。船啊！我要睡床了，我不玩睡床睡的。哎，不是我的床，我床睡。赶快都睡一下。哇，这里好精彩哦！哇，因为你的头上面有剑呢。好痛哦！干嘛？哎，睡我床干嘛？会遗失吗？会遗失，我打死你！有线，有线，我看到线了。快多做多做那个吧，床吧。啊啊啊！大家明都有羊毛，为什么不做床？对啊，一开始大家不是有拿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开始没有全部人，没有全部人。对啊，不够不够所有人。我曾经是羊毛最多的霸主，但是我没有了。打错人，直到你膝盖中了一样。不是，直到屁股被苦力啪炸了一次。你要进树屋了吗，影月？我看到树上了，走开！你们走开！啊！你们走开！我刚完全飘开那个。你真的是哦，还我啦，我的船。不是啊，打到快了吧？我看到蝙蝠了、欸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我刚刚有火把、啊，火把你们有人在插吗？没有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想法差，怎么？我去水上，然后做火把。我先去水上吃腐肉。我好像躲到水树上了，我躲到树上去了。我把你射下来。不要啦，小江哎、欸，要去水上。哎、欸，发现那个沟里面好多好多怪。我那个沟，等一下我这边好多。等一下这边怎么那么多啦？哇塞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呦，我在打我干嘛？我在打树叶。哦，我睡到，我睡到了。木木工的啊，木木工的等一下，那我烧死了！哎，我上不了岸了。他有带床吗？另外一个床。怕爆！我要去坐，等我。你去坐另外一个床，你去坐另外一个床。我要躲在上面了。哎，床好像可以一起睡，是不是啊？拯救这个世界。啊，不行啊、哦！不能重复睡，不能重复睡，一个人整一个烧床。哦，胡萝卜！快走！怎么走？旁边墙上一层一层。你要带人上来啊！大伙们快白天了，大伙们快白天了！哦，要白天了哦，终于！哇，喵哈，你一个打好多个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只有在一个人的岛屿的时候，这还不叫多，好吗？啊！买啦，没不需要啦，没需要啦，买啦！这是我安全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你要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因为你看下面，我知道下面很可怕、啊，超恐怖。
欸、你说我见，你说我的防空洞很多恐怖的吗？超多的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去海边挖那个防空洞，挖好一点的、啊，挖好一点。你就挖一整圈啊，这样怪要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全部掉进去啊。好像有点聪明、哦。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！都已经挖一半了，还挖好一点吗？哎、欸，他们都沉在水里，不会烧起来了。太救人啊！哎、欸，你换个角度想啊，这是我们的食物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的肉只是泡在水里而已啊。欸、你有捡到胡萝卜？有，我刚用性命去抢回来。行，太多了！不要射我！哦，这游戏不要，肉在打我，肉在打我，等一下。胡萝卜不要，给你。胡萝卜不要，我要死，我抢到有马铃薯。我要进，我要进。哎。好。不要。好了。我家里没办法上岸了、啊，好可怜！哇，他的满心爆炸了！你还在树上啊？不要！我突然觉得这游戏好难啊！对，好难哦！天哪！有，这几率也太高了吧！所以真的，以后要盖深怪无砖深怪塔，要去海上。无砖深怪塔。哎、欸，我们岛上什么时候有猪啊？真的自然生成的，真的真的，嗯，哦，会自然生成动物哦，有草地就会了，哎，有草地。不要！啊！死了！你看生鱿鱼了。哇，有一个 boss 级的哦，附魔的骷髅。我来，走位。好厉害！哎，生养了哎、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羊毛。羊毛留着，留着。我记得我有身上有铁，刚刚有捡到的。我有铁，不应该在巷子里吧？看有没有。好的。嘟，看我，好，胡萝卜给你。哎，锄头上。你胡萝卜给他了？没有。胡萝卜只有一个哦，不要那，不要冲动。先拿去种哦，等一下，我们骨头应该有很多才对。对啊，骨头可以撒一下。我左右饿了。好了，我要来弄食物了。好好好。好，你要不要弄那个、啊、马铃薯？马铃薯比较划算。好，快捡骨头。捡骨头，哪一个是马铃薯？这里都是那个小麦，这里都是小麦。捡骨头。我有一个马铃薯。马铃薯在哪？在我身上。就我先用一个出来吧。好，你好。先种吧，先量产一下马铃薯。感谢超级留言。你先放这个吧，我都可以。哎、哦，马铃薯没拿到，哎，在箱子里。在我这。哎呦，那饥饿一直让我身上动来动去，我拿不到东西。格子超难拿的。我来了。好，那我先饥饿弄掉好了，没关系，饿不用饿。哈基那一块也好恐怖。超级留言。我要来砍树。哇塞，哈基附近也太壮观了吧？那边是禁区，那边是对我们进去就要被杀掉。那有神明有护体，对，有护体，那神明有护体啊。哎，有没有线啊？我要去钓鱼。有，这里，外面六个。哎，羊越来越多只，哎，这有两只，那可以到时候来养一下。我要现在去钓鱼啊。另外一个食物来源，我要把树砍掉，这树好麻烦，不好上钩啊。嗯，欸，你们有那个口渴值太低的会有效果吗？你说它的效果是什么？缓速吗？缓速吗？有啊，刚刚都有。好，邓川，哎，要不要买一束？哎，不对，现在，哎，不对，等，哈基，你现在吗？我看一下，现在没有吗？我没有。杰克，你马铃薯先种大片一点，让它自然可以长比较快。哦，好，是零了。好了，三哦，哇，移动解数三哦，这么高。快去泡水，快泡水。啊，天哪！我帮你。不要，我泡水，你打。好了，谁有锄头帮我锄一下那个草地？啊，你我来，哎，等一下，杰克，你是要饿死了吗？对，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
你搞鬼啦！过来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我没爽啦！感谢汪汪超级留言，好远哦。我要来烧马铃薯了。不要啦，先种，为什么都不能吃啦？先种大片一点再来烧吧。我先种，嗯，好。我到。哇，海里有铁，这么棒。刚刚打掉了，好容易渴哦，我又渴了。好，我觉得你应该是被清除吧。没，又渴了，我要去泡水。为什么都不是食物？旁边有啊，你要不要吃？只是你要妥善处理而已。我觉得你现在他丢的吧？那个是我丢的好吗？然后你要食物吗？感谢孕妇的超级留言，好多人在丢，我丢了。感谢朵内。笑什么？你去收鱼资源回来。走开啦！收鱼资源，拿去烤啊！拿去烤啊！哎呦，冰冻大片一点、啊。这是谁啊？刚刚谁是钓竿上钩不拉竿啊？我吧，我走掉了，分心了哈。想说没有要用那个啊？啊，缓速啊，缓速三不够。走超慢。我要铺一个桥，好酷！哎、欸，你们觉得要多多再开始烤啊？哈？这么一组吧，马铃薯啊，一组不太多、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累积一组吧。让它自然长的速度快一点，这样子我们才够吃啊。小雨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？我用喝水啊。哦。他用脚吸水，你知道吗？啊呸！榕树爷爷，好多苹果、哦。榕树。哎呦，哎不是哎呦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兔兔哎、欸，哎好多兔兔哦，好多。为什么要吃兔兔？没有吃它，没有吃。为什么要吃兔兔？好多啊，兔啊真的很多哎、欸，好多。面钓鱼游戏吗？是啊，白天啊，晚上我不知道、啊。晚上很刺激耶、欸。啊、晚上是捕肉游戏，是我们被捕吧？哎、欸，我们被捕啊！食物都在海里面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努力的钓鱼啊。我要先盖，那我把中间先问那个。这法师在旁边很烦哎、欸。我们有壕沟远吗？我好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小丑鱼、欸。小丑鱼。哦，好烦哦！你是苍蝇哦，走开。哦欸、这个分析的又跑回来了。嗨，这个树好难挖哦，好烦哦，不喜欢这个树。还盖那个城墙。